攞支咪拆咗先。而家要我哋去到對面。嗱，嗰個指揮官咧，你近前啊，近到最前。搭自由都唔可以。嗱，我唔知點解要去嗰邊。嗱，以前你都係仲有安排喺個貼住嗰個但係而家根本上唔好去咗我對面嘅話，我不如喺麗閣村喂，我唔明白啊！即係話一個四個人嘅警員都會搞出咁多嘅麻煩，即係你警察搞咗好多嘅麻煩啊！我哋都未開始，我等緊個朋友，等緊個朋友去做員啫，做員行動啊咁樣。咁你其實我覺得有乜嘢嘅點解連我哋嘅請願嘅行動都係嘅行動都要係剝奪埋咧？問低可以問低，唔該。其實我哋只不過咧就係，我哋就會做一個意見，表達個意見之後，我哋就會入翻去咁其實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嘢咯。咁希望各位差大哥唔好太過緊張，因為香港仲有一個言論表達嘅自由，仲有一個請願嘅自由。我哋而家係一個你哋安排嘅示威區，一定要有一個合理嘅，唔可能一個唔係你哋講嘢就得嘅。因為咧，即使法庭亦都有個判決㗎啦，你哋嘅示威區一定係要設立得喺一個合理嘅情況下，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示威係咪？你哋警察係 facility 請願嘅。是阻撓請願的，請你們明白你們的責任。現在其實什麼人質最多人都是記者，所有的市民非常有守秩序在這裡排隊，我們也都本來是打算跟你們商量之後在那個適合的地方，當然不是對面啦，對面馬路啦，就去進行我們的示威的，但是你們呢未開始講，就要將我拉去對面馬路，咁依個我對唔住，我唔能夠接受咯。點解唔可以喺呢度講咧？嗱，請警察嘅朋友，你哋如果安排示威區就請過嚟，事無不可對人言，喺記者面前講你哋嘅示威區係設喺邊度，同埋乜嘢嘅考慮，希望俾大家都知道。嗱，過去咧，我哋任何示威都去到現場去可以表達嘅，今日。大家看到現場有幾百個警員在這裡，他們是有足夠的警力是控制群眾，但是我們小貓幾隻連一個表達都不可以，要去到對面不如我說去到麗閣村更好啊。喂，那警力我們做什麼？其實我們今天的目的相當簡單，期望法官是明智的選擇的判決全部獲得釋放，全部人回家。我想這裡是排隊的人都是個心願，就希望他們能夠早日獲得釋放，和家人團聚。他們是被困了三年三個月零三日了。是啊，蹲下明白了。咁我哋要等埋嘅朋友，因為我哋有好似有個朋友咧，就俾人夾住，俾人夾住啦。咁嘅話，就睇下佢啊，點樣啦。其實啦，而家想入去法庭廳，喺呢邊啦。小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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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落喉，小心啊！好啦，記者，阿弟，阿弟。吞後少少，因為有其他工作人士仲需要用呢條道路嘅，唔該。
唔好出嚟啦，唔好出記者區啦，唔該。我入翻記者區啦，哥。入翻記者區啦。